先继续关心的是，伫前台南地区的市区场陆续发生着牛流行热来死亡，为防止着疫情来入侵，各机关加速疾病防治所马上派员到各市区场来调查，要求农民落实着注意防射等各项的措施。关乎呼吁。牛流行热未感染人，请平常唔免恐慌。如果饲养的牛只出现疑似的症状，请立即通报所辖乡镇市公所，或者是家畜所知影。家畜所讲，牛流行热是属于病毒性疾病，只感染牛以及水牛，被感染的牛只会出现两天至三天的高热，所以又阁称为三日热，主要借由食过熏虫等家来传播。每年的四月甲九月是这种病高峰期，临床症状除了高热之外，会当看到分泌牛奶的量会下降，开嘴喘气以及摆脚等等，严重的是会当致死死亡。家畜所提悬防疫措施，派员到校内35场的饲牛场疫情调查，提供会当设备网筒的消毒药剂，同时要求农民补强注射疫苗，并增加牧场内防疫消毒的频道，彻底消灭感染病源，拒绝外来病毒入侵。相关工作预计在4月底完成。新闻就来新闻，各机关采访报道。